大家好，我是美味小组小刘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肠粉的做法，现在街头卖得非常的火爆，做出来呢晶莹剔透，嫩滑爽口，天热吃上一份肠粉，让人食欲大增，胃口大开。碗里呢倒入一碗米粉，这里呢用的是黏米粉和淀粉和成的，比例是8:1，再倒入一碗半的水拌匀，粉和水的比例是1:1.5，搅匀后放置10到20分钟左右，这样可以让米粉充分的。嫩特别的好吃，做法呢也相当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试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关注转发下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